咱们的坚果藕粉现在有活动啊，原价是39.8两罐，然后送一个杯子，然后现在是29.8两罐，一罐是500克的，29.8两罐，照样送你一个杯子，包邮到家，咱们来冲一杯，里边带坚果的。喜欢稠一点的，再来一勺。这个勺可能有点小，多来点。然后给它先放点儿，就是常温的水稀释一下，少放一点就行。这个勺太小了。只要能把它稀释开就行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咱们加入一定要是烧开的水，是这种水壶给它直接烧开的水。然后快速给它搅拌。给它搅拌开了，然后就可以了。这个代餐呢，或者是当早餐喝呀，都特别好。里边有坚果，吃到芝麻呀、坚果什么的，是香喷喷的，每一口都有坚果。太烫了，我这个冲的比较稠，看，它比较稠。你愿意喝稀一点的，你就少放点藕粉，多放点水；稠一点的，你就像我这样，晶莹剔透的。有一点微微的甜，微微的一点点甜味儿，这样直接吃就行。如果说想吃特别甜的，你就再加点糖，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了。